什么？你说他是山海王？我亲眼所见，他施展的剑法正是安海王在世界剑系施展过的春秋劫。元宝赤云天，身份令牌呢？这些都能确定安海王的位置。我已经传讯召他来元初山，可身份令牌赤云天显示他的位置依旧在镇守的城池，他的眼神并不像安海王。尊者，师尊，真是你。那个神秘凶手是我。我早该料到，之前我有两次深夜修行时都失去了意识。为什么不禀报？我两次失去记忆，就有两座城池被袭击，我该怎么说？说我勾结妖族，并且正在修炼妖族的绝学法门吗？妖族绝学，怪不得你的元神出现了一个邪恶的意识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学妖族的绝学，让自己变得强大，再去斩杀妖族，这样不好吗？愚蠢！你以为妖族的好处是那么好拿的吗？他们给我绝学，就是为了让我发疯，然后屠戮人族。不过这并不足以动摇人族根本啊。那是上百万条人命，你以为一句不足以动摇人族根本就能减轻罪责吗？你想没想过，如果你成了造化境尊者，就会造成多大的灾难。雪婷罪无可赦，但若我以死谢罪，只会便宜了妖族。我从没想背叛人类，恳求尊者让我赎罪。来人，把雪婷压下去。雪婷，我们现在要查看你的记忆。臭要饭，赶紧滚！小跳花子，小花子，咬他，咬他！不，不要！不要死了吗？快看，这个孩子快冻死了，快抬屋里！想变强吗？想。想为你爹娘报仇吗？想。拜见安海侯。王爷，这是你的孩子呀，你看他一眼吧。这是印记。雪婷，你害死数百万人，罪无可恕，但在人族生死存亡时刻，一位封王神魔的战力实在宝贵，现罚你改造成寒冰护卫，放逐世界剑系，300年内禁止回到人族世界，你可有异议？雪婷并无半点异议，只求在这之前让我留一封信，希望东宁王帮我转交给燕晋。我去征战世界剑系，想要见我，就先获得进入世界剑系的资格吧。安海王，你美其名曰给孩子磨练，让他们从小便得不到父母的关怀，事到如今你还如此对待燕京吗？我的儿子我了解，就算你不给他，他也会想尽办法找我的。我会在合适的时候给他的。我修行百余年，一直看不到人族获胜的希望，没想到因为你孟川彻底改变了战争的走向。我一直认为人只能相信自己，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，现在看来我可以相信他人，相信你。今天是安海王改造身体的第一天，也是最危险的一天，因为他的元神会彻底破碎，扛不住就会死。
安海王意志坚定，他一定能扛住的。谢师尊给弟子机会，让弟子能继续斩妖。你有了寒冰之躯，此后300年就在世界间隙中度过吧。300年对别人是惩罚，但能在世界间隙斩妖对我却是奖赏。那你就好好享受吧。自从跟安海王再次进来，妖王只在第一天出现过，如今已经有8年没有在世界间隙见过妖王了。云初山突然召我一人回去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师尊，突然召我是有什么要事吗？孟安突破了，他已经是封侯神魔了。安儿突破了？你儿子32岁便成为封侯神魔，还得到苍元祖师的一系列传承，比你的天赋还要强上一些。如今是你解决百万妖祸才换回的和平期，七月已经在景明峰了，你也去陪陪家人吧。谢师尊。阿春，爹爹，你不是在世界间隙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师尊说安儿突破了，让我来看看。安儿，你马上要封侯，封号想好了吗？早就想好了，雨龙侯。爹爹觉得怎么样？雨龙侯，为什么叫这个？有什么说法吗？没有啊。娘，我跟你说，姐。对了，阿川，现在天下都找不到妖王，封王神魔又都不在远处山，阿尔突破后都找不到对手练习。既然你在，不如……阿尔，跟爹去趟练武场。练武场，爹。你不会刚回来就要揍我吧？哎，什么揍不揍的，得指点指点你。师尊说你刚封侯就有匹敌封王神魔的实力，全力打过来，让我看看你这些年的修炼成果。儿子加油，妈妈加油。好吧，爹爹小心了。输了，不错，这一招有顶尖封王神魔的威力了。接下来我出招，你防守。完了，完全来不及。我认输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若是遇上普通封王神魔还能占上风，但是巅峰封王神魔，你就毫无还手之力了。啊，那造化境尊者呢？造化境尊者吗？这也太快了！你的记忆境界还需要提升，还要加强特殊护身手段，元神的修炼也很重要。若是元神弱小，你的记忆境界再高也没有用，而且修炼没有捷径，千万不可。够了！有完没完了？你不吃饭，孩子还要吃饭呢。够了，够了。难怪苍元祖师要我经历9轮练习，我离真正的强者还差得远呢。15年了，五重天妖王们应该做好准备了吧？那就1年后发起总攻，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打扫一遍世界间隙。那要派哪些妖王去世界间隙呢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想好人选了。参见帝君。毒龙是黑水之体，孟川的魔锥也伤不了他，而冷月则已经改造成幻影生命，再加上捷径兵器，完全可以单独行动。他们保命是可以，但是杀敌……他们可以去对付实力较弱的神魔，至于强的那些……千丝在。18黑河护卫，还有杀手锏、
黑孔雀人呢？帝君，孔雀他……我来了。